还简单，鞋板搬了，鞋板鞋板。哎，这是我室友，大学同学，是吗？对对对，洪佩瑜，洪佩瑜，洪佩瑜。主动要把苍白都填充，勇气惶恐，我要用。他也是这一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得主，很强哎，大家都会了哈。好，一二三，亮板。踮起脚尖爱哦，应该没问题。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，画了一个爱心哎，一样，眼神同步哎，有默契哎。有些事情在发生，有些事情旁边连小爱心都一样。哇，屁孩跟蓉蓉哎，恭喜屁队成功，有默契过去了。我们有两个默契。其实今天是联谊的主题，没有没有，如果是他们就不会来了。这样啦，都有机会嘛。洪佩瑜还是露露的室友，对，我大学同学室友，他那个时候在参加超级偶像，我来参加大学生的媒，所以呢，这个宿舍都没有人，各走各的路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就去跳舞了，然后是到去年才发片，然后一发就得了最佳新人奖，不容易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给我们一个梦想与方向的梦想。女生都会，这太强了吧！天波的眼光有太多飞沫，却只指责谁可勒索。没戴口罩啊！三二来喽，合唱合唱。一亮答案叫做，歌名叫做什么女孩？什么女孩？正确答案是是女孩们错了，错了，都错，都错，都错。九九五扣答的扣，好，下面一题出题。没关系。正确答案是爱情，差太多了吧？秋亮声音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九十对九十哦。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？今天你总是只想很厉害耶，哎，都会呢，都会呢。没有女孩，女孩现在在炸裂中。男孩身边的气氛蛮好的，很稳啊，很稳。请亮答案。哇，那么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是周兴哲的歌嘛？对对对对，会唱吗？会会会，来 go。这是最后的一刻，也是最珍贵。